收看九江小厨房。今天要来教大家好吃又少油的超懒人小料理，气炸黄金鸡块。那我们需要的材料有：气炸锅一台，鸡块一包，番茄酱或是你喜欢的调味料。首先我们把鸡块打开，放入气炸锅中，之后我们再设定200度8分钟。这里再偷偷教大家小撇步，时间到之后可以再把鸡块翻面，再用200度炸4分钟，就可以把鸡块炸得更加好吃哦。最后简单美味的鸡块就可以上桌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有买气炸锅的小伙伴欢迎来试试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九江小厨房，做菜不私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